你现在讲话，我讲看看，我看看你讲话会不会听得到？应该是听得到了。今天交女朋友了？没有，你在讲什么东西？想不到你跟令狐冲一样，都是金庸里面人物。屁啦！二部曲，伪君子。那我们今天继上一次我们金武上加七的传说，今天看能不能再上一次，创造今晚的奇迹。好，那今天先我的账号先暖暖手，看一下今天的台子如何。就拿我的账号来当试水温吧。光之敏捷皮夹克 OE 180个，只要他能帮我等到加八有成长，我就觉得大赚，因为我是加七的。哦呦！哦，成长了吗？还可以再买，还有4宝，可以把它买了，全买掉，全买掉。难道今晚要诞生了加9皮夹克吗？我的女友没有没有，不要乱讲，不要听白鬼老板乱讲，我没有没有女友，有我就会直接跟你们讲了。我们现在是感情很好，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确认关系，还不能直接说那个。我觉得你讲错话，丁丁。是吗？你这样讲，你确定？我帮你讲一句，真为公众人物。不要因为自己去影响到女生的私生活，所以在私生活方面，所以我要保密，就这么回答观众就可以了。你一开始其实不提，我就不用解释这个东西了。那不是我提的，你不是你一开始过来说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屁啦，没有。那我说我帮你讲完的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都最后讲的。屁啦，根本没有人讲。真的，弟弟昨天是跟我说他喜欢是男生的。你现在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很紧张，我觉得你喉咙不舒服，可能今天少讲话。默默的，老板可以休息一点。好啊，丁丁，如果真的确认他有另外一半，他要跟大家讲。对啦，我会讲。丁丁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如果跟人家交往，你一定要跟你的粉丝有个交代。好。对，不然你的很多男粉丝是会很失望。我懂我懂，蛮多男粉丝喜欢我的，会不会都跟我告白？例如什么荒湖那种，他都会私下跟我告白，说丁丁我好爱你这种。有会有这种粉丝啊？你们知道白鬼老板他有在专攻心理学。他会分析男生女生的心理在想什么，有时候真的让你遇到瓶颈的时候，你们可以 IG 私讯一下，问他有没有什么感情解套。你可能说不完哦，我说不完，听到一堆单身的，他们每天问说，那女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问感情一律建议分手，然后问氪金一律建议买满，全部都礼包 all in。其实加六蛮多的，是很多，只是不好点。哦。是加八吗？感觉有机会，我感觉那光会有，还有机会。我现在心跳好快，两个，你要这一点吗？好，加八内衣开降，千万不能16000钻打水漂。一定要中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 ！No！ 丁丁账号结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是迷迷雀斑这一只，那我们现在来垫金武了。因为有五把金武，所以会五把慢慢叠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先垫啊，先看一下今天的台子如何。好。一。好。蛋。好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好，老板。老板手误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他说别怕，他说别怕。拿了他那个饭店的笔记本，我来记一下那个武器号的顺序啊。直接上加九，我觉得会加九，会加九，会加九嘛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我刚刚没有加九？天哪！为什么不是我的账号？我账号怎么加七就爆了？而且是海底捞月，这个捞得好啊！你看，你可以继续拼英雄，这只有10%，啊，可是它不会爆，就是可以一直上。Yes， 14中。那现在你要决定，因为我记得你这个肩甲跟内衣都是加4英雄。那你要想，你这个账号你要送什么进去 ？DJ。OK， 他决定点皮夹克了。啊，如果这过的话，就可以点另外一个，因为40%其实几率蛮高的。哦呦，好了，加5了，内衣大幅提升呢。你从加8变到英雄加5，
不想出去点。你想继续点吗？也可以，32%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哇，干，好扯哦！加六英雄内衣，好扯哦。没点到金武，点到这个也不错。那你现在看加七是什么能力？然后记得加七好像是26.67，其实也是蛮高的。还是你要换尖甲？哦，老板追求卓越啊！26.67%，其实很高。哇，干好扯哦！哇，两件事一波七刷起来，加八直接变到英雄加七，这什么妖术啊？我手在抖啊，好夸张哦！这样很强了吗？这样很强了，这样很强了。你要拼加八吗？先看几率，先看几率啊。22.88%，我觉得你会点。22.88%对你来说是很高的几率。我们让老板想一下，他要冥想一下要不要点，把空间留给老板，让他去思考一下。我跟你们讲，当越多人叫他停手的时候，他越不会停手下。你们先让他冷静想一下。哦，再来一个。啊？啊？啊？你点了？大家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可是你刚刚有跳出去，所以我不知道张会不会做。因为刚好我是用加减去扣他的几率，你在穿牌子那种感觉啊，没有，可以赎回了。所以你现在可以赎回一件加七的，很赚。下次啊，你如果要点装，你千万不要跳出去，不要跳到别的地方看。嗯，因为我们第一次点金武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你刚刚跳出去，台子就变了，要重点重算，要重算。你这个账号，我觉得虽然金武没过，但你这个内衣应该是弥补了很多数值。下一支账号，现在换小白鬼机。刚刚白鬼老板说要点这一支的金武是蛮意外的啦，一般的人应该是不会想去点法师金武啦，但他不是一般人啦，他是白鬼玩。好啦，开始啦，我把我的纸跟笔拿出来，随时准备记。所以他的安全值是3，安全值还是3到4，第三包，我可以点这个。下去了，究竟有没有可能成为台服第一把加三法师武器呢？好紧张哦，我们算了那么久，其他的规律是感觉得到，可是就是有点堵啊。三跟四爆，你要选一个。老板是说要选三爆了。好，我点了。好喽，过了，错了。哦，我感好可怕哦，台值三跟四二选一耶。他33%的嘞，你不可以选连爆。那你现在这个要点吗？要，要。你还要再往上点？点上去啊，还要上去。就是要上去啊！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这把应该是目前全台服唯一有点过的，就是有点过的金武，对，但是蛮屌的。只有你这么疯的人才会点法师金武。小白鬼机好像会怕，他发讯息叫我不要再点，可我偏偏要再点上去，好可怕！这个男人实在太狠了。好，我先去抓几率啊，来 round two 啦，继续写数字。这次弱爆我们就可以点，好，可以点。这个吗？小白鬼机瑟瑟发抖了，点过就全台湾第一个加五金五把，应该是全世界吧？韩国也没有法师点这个，超神经病，怎么会去点法师？没有法师会点这个金五啦，法师又不靠火翁了，点金五真的疯了。要来喽，来了，来吧，来吧，一、二、三，过了。哦，我不要再点了啦，我心脏哦，好爽啊！干，不要再点了，好好玩啊。再点啊，白鬼机说不要点了，我要练习怎么上加七，我以后金武都没办法上加七。练习啊，接受魔族之剑好不好？有魔族之剑，我要练习加七。我看一下机遇，哇，好佛心啊！白鬼机在暴走了啦，白鬼机不行了。不是啊，就是要点上去，我们要稳定出加七啊。法师的金武会增加什么？极大落雷几率21%，这是疯狂电的吗？电烂吗？伤害增加13%，好。我们算这个算到眼睛很花，可是一定得这样算了，因为这东西毕竟是金武啊，它不是一般的武器。如果再一爆，再一爆，再一爆。想清楚喽，我就来了，好煎熬啊！这把再上去可能就加五加六，四就多跳二，完加五或加六啊，来吧。要点了吗？孤注一掷了。来哦，加五金武哦。你很紧张，我很紧张啊，我现在紧张。我点了、喔。好、哦。干没有了。白鬼机流了两行泪，太难过。
我们终于可以换第三个账号了。